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所以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在就是身处在这么迷茫的时代，所以因此呢，让我们就是想要在大学四年里面去更积极的找自己想要的方向。然后因为我们很庆幸我们系上的空间叫做卧龙二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日治时期的教师眷舍，然后它的外观是用红砖砌成的，然后它是在我们学校的围墙外面，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系上老师保留下来的空间，然后它让学生去自主去管理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在里面会办一些展览活动，然后音乐表演，然后还有一些讲座等等，然后其实专刊也是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那这本刊物最一开始就是为了要记录这个空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学长带着我们组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团体，这样子。对，然后逐渐演变成一本，就像现在你们看到这样实体的刊物，它是一本就是希望可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然后去跟社会对话的刊物。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一开始也是懵懵懂懂进来，就觉得哦，学长起来做这件事情好酷哦，就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原来可以自己做的刊物这样。然后我们真的是从零开始学，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好像文章写的特别，一开始也不是文章写特别好，或是好像排版很强的人，就是我们进去真的是完全做中学。然后学长姐对我们也很好，就是他还让我们课后也有一些上课，然后就我们可能午休然后就跑来这边跟学长姐上排版课啊。Photoshop、Illustrator 之类，然后我们在采访跟怎么跟讲者沟采访的对象沟通什么的，他们都一步步教我们这样，然后我们从中真的学到很多，然后对啊，跟这本刊物成长，然后这本刊物就是因为都自己做嘛，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主题发想到决定要采访谁，然后一直到逐字稿变成一篇文章的过程全都我们自己来，最后连排版印刷什么的，对啊，然后从中就学到很多美美嘎嘎这样，等一下都会讲到。对，然后就想要先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做刊物到底在做什么。那其实前面就是创刊号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是学长姐带着我们一起做，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试图想要就打破原有的校园空间的框架，就是想说学生在校园当中其实还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刊物就是我们呈现的一种方式。然后第二期失败者运动就是在谈说，就是用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就是关于如何去定义人生的成功跟失败。因为在我们学生那个时代，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那现在社会普遍定义的成功的价值，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功？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哲学、比较抽象的方式去探讨失败者这样子。然后第三期的话，就比较是回归到我们空间本身，因为前面做了两期比较实验跟尝试的。方向之后，我们觉得好像应该要回归到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空间，然后所以我们就重新从就是介绍这个空间，希望把这个空间给介绍让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这样子。然后但是在做这一期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好是学长要毕业，就是学长要毕业，然后我们也同时面临到这本刊物就是的最低谷，就是是我们经过最 tough time 的这个事这样。因为我们在里面其实有一篇文章是我们采访了当初创，因为像是保留这个空间的创办人，然后他是一个很知名的教授，对。但是我们其实印刷这本刊物的经费是来自于我们现任系上的教授，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些私人的恩怨，所以对，在对，然后所以我们变成我们要出版这篇刊物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被阻止，这样就是老师就说如果你们硬要出，那我就不给你们经费的意思，这样。对，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沉重，对，就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面对这种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就是想要快快乐乐做一本刊物吗？你为什么要在为难我们这样？我们那时候就是围成一组，我觉得大家都在很沉，就是其他心里都很愤怒在那，就觉得我们做了那么久，然后竟然会被人家就是算是打压吧，我们只是学生这样。对，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学长就跟我们讲一句话，他就说就是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你难免就是不断的要跟社会一起妥协。那这个妥协，但是前提是你要对得起。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把原本的文章的仿纲留下来，然后我们用一个留白的方式，就表达我们对就是这件事情一个无声的抗议，这样子。所以就变成一篇留白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纸本刊物，它可以呈现一种我们的立场，那同时也不要跟就是真的在上位者，他们其实也是给我们资源的人去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抗。所以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题目，就是在面对凶狠的大人世界之后，我们更是要想办法让自己长。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后来学长有毕业，但是他们一毕业，然后所有的知识跟经验跟着他们一起飞走，然后我们就是又一个从零开始，然后我们就是上面那本跨性别是我们就是这一届第一本就是接手的第一本，然后我们真的就是途中真的所有的辛酸血泪酸甜苦辣我未达成全部都经历过，然后这一本就是我们那时候想尝试很多东西，就是在讲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跨出我们自己的本对性别框架的定义跟体
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跨性别，所以我们又第一次经营，然后就想说要尝试很多不同的排版，然后就我们花招很多，然后就是很从这边看，从这边看，然后排的乱七八糟。然后那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是，读者其实也就是我们做了这件事给读者看，我们希望把我们理念传给读者知道，所以我们不应该自己各自说自话。所以当我们就是就只顾自己想玩自己的东西，但是却没有考虑到读者看清楚。或者他们能不能正确的吸收到我们想传达的理念，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字有大有小，然后字就乱排，都乱花到搞一个，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终于弄好了之后，在送印的前一天，然后结果发现就是我们所有的尺寸都开错了，然后我们就在前一天晚上就全部人就是跑到电脑教室，就是我们这边就是边就是都告诉自己不可以哭呢，就是尺寸就是重新看到重新排，然后还是唱梦醒时分，希望大家都是真的。伤心总是难免的，就真的难过。然后后来就是总算是顺利印出来，但是就是也让我们更知道说我们要考虑的东西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下一期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放了很多心思在就是读者的阅读舒适度这样，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编排杂志的经验，就是你们平常看杂志的时候应该会可能多多少少潜意识会感觉到这边杂志就是好不好阅读，或字密密麻麻什么的。然后我们在设计上面就是做了很多的调整这样，然后所以这一期就算是还蛮完整的。我们就是叫了很多次，然后所以在送印完，然后开箱，然后因为我们开箱很隆重，我们都会就是每个人拿一个美工刀跟剪刀，然后就一说一二三一号，然后什么的，然后仪式超对，就是很隆重，然后就开箱也就是那一瞬间，然后就在一起，然后我们班长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就一打开标牌贴，然后我们就很傻眼，就是我不知道是在场没有就是学设计的人，就是标牌贴对设计来说，设计师来说是一件有点严重的事情，然后就自己跑掉，然后后来就里面还有那种白色的字都不见，然后我们在当下就重新这样砰这样摔到地板，然后当下就大家都该讲完，然后就是当下就是真的很难过，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经费有限，我们每一期的经费都是固定的，然后后来我就硬抓错误，然后我们也不能再跟学校多拿一笔钱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原本一开始处理的方式是想说，我们几个学姐就是一起把这个东西share掉。可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是大家的刊物，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让大家一起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不是印刷这件事情不是特定人士的错，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就是让大家一起就是爱护这个刊物，然后一起为它付出责任。所以我们大家，而且我们的学妹都超好，他们就是很愿意为这个刊物付出一点点就微薄的心力，然后就是再重新印刷一次。就是我们的心路历险，真的很血泪。然后后来到最近这一期，真的是出，就是叫我叫怕，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心就是忐忑不安，然后还跟到印刷厂之类。然后总算是在一起，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断的从失败中获取经验，对吧、啊？就是花钱学教训。然后这期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真的做很多东西，因为我们不能一直依靠计划经费嘛，还有就是可能来自老师的帮助。然后会这样的困境，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样的尝试，像是独立书店经营班，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独立书店，就是其实大安区其实有很多独立书店，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在连锁书店可能看不到的书，或是甚至已经绝版书，然后或是有跟我们一样在独立的刊物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刚刚合作就是我们在每期办，就每期这样，就是半年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参加了很多的创意市集，我目前已经参加了应该第七场。就是很多在就是像是华之前是在国泰国外的，更不算是市集，对啊。然后我们在市集是参加市集的时候是一件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自己带着刊物，然后我们可以现场直接跟读者交流，就是而且很有趣的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讲我们这本很宝贝的刊物。然后当就是因为你放在独立书店其实不一样，是你不知道接触你的刊物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在市集的时候，就是也可以接触到更多可能对我真的有兴趣，然后每天跟他交流，直接现场告诉他我读者他的想法什么的。然后甚至有很多妈妈就听到我们，就像刚那个什么印错什么之类，然后他真的很阿塞就买，就花一些直接把全部都买下来之类，就常常遇到那种很热情的人，对。然后就是很开心，就是参加市集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然后我们也有参加之前华山办的那个不太乖教育节，就是用。就是教育其实它可以有很多形式，那对我们来讲出版刊物就是我们自己说话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们还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不是学校的正式的社团，就是一个很自主性的组织这样。然后但是我们就也想要让这本刊物在学校有影响力，所以我们就参加了学校的一些比赛，就参加，然后我们就获得就是学校的总奖金10000元这样。对，
对，就是我们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这本刊物还是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方式一直在努力，然后想办法希望可以让这本刊物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然后就是最后应该是回归到这本刊物，我们觉得为什么这本刊物就必须要存在，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当台湾的社会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会想说我们不是那个站在第一线去用身体抵抗或者去抗议的人，可是其实后来我们想想，我们其实也在用我们的方式关心这片土地，就像刚刚有一个人讲，他在用那种国乐，他想要跟社会对话。那我们的方式就是用纸本刊物的方式，我们想要就是纸本，然后还有图像跟书写来传递我们想要表达的声音，这样。好，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每个人都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体，然后而且我就是我们其实有探讨到说，就是现在就是因为资讯非常破碎化，然后在就是前阵子因为那个小吴自杀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看，因为我们就是看过跟社会走，所以那时候那阵子就发生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就是非常想要探讨，就是媒体在社会上到底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因为身为专业，其实看过也其实算是个媒体，然后也是扮演的就是告诉别人就是资讯的角色，就是或是宣传宣扬一些理念。然后这一期我们真的做了还蛮多关于媒体的讨论，对。然后我们通常都会比较希望告诉读者是。就是社会上比较没被看到的那一些东西，然后像最近这阵子很多独立媒体起来，像 SOS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还没有来过焦点分享，然后还有问职团队，然后我们还访问了就是政大新闻系的学生，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知道说走的正规传统路线的学生，就培养正规传统记者的一些人，就是问主播，那他们学的是什么，他们被告诉怎么样要成为一个正确媒体人，然后还有社会上有些人。脱离主流媒体，然后出来做独立媒体的，就是想法到底是什么？对，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是产生这本漏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对我们漏点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粉丝专页，就是看一下我们的漏点，讲那种。对，好，就是希望，然后最后想要就是鼓励大家，就是你们其实不用觉得关心社会一定要站在第一线，就是其实每个人都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在关心这个社会，就算是默默的跟正常的人讨论，都是一种关心社会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这块土地最近真的发生很多事情，或是就是我看到这家年轻人做了很多努力，所以我觉得就是想呼吁大家对社会就是做出一点行动，或是有一点关心，对啊，就是好，谢谢大家。